家长给小朋友教一下，不要喊。就在这里。看不见是往前面跑。你看睡醒了吧？好可爱哦！这是最可爱的，自己家小朋友。看他在干嘛？不进去吧。是啊，你负责拍照，我拍这个啊。拍太多了，太可爱了。不会吃吧？他不会吃的，回去他能干嘛？他拿了一个太粗的，他不肯。我们小熊猫吃的好香啊！我看那个撇吧，我来欣赏一下。对，吃呀！我感觉它吃的好软。就把那个金毛那样。好吧。你看人家都会吃，它在那玩，边吃边玩。太小了，才几个月。拍个大头吧，拍我的这个图。拍的是好。哎呀，真的，是啊，荷叶也很可爱啊。是啊。哎，我们荷叶也乖，我们荷叶挺可爱的。我们荷叶最帅了，对吧？哎呀，好乖啊！好可爱。哎，你看它叼的，慢点吧，不高兴，慢慢吃。哎呀，会吃，会吃，我花花会吃，花花可会吃了，是吧？参观的时间到了，请大家往外走，靠着围栏边的游客动起来。好好整理。来，各位游客，身上往外走了，来游客。你们哪位听不见我说话？来，跟上往外走，各位游客。